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敢讲咱两个人即摆连讲话一分都无啊？好，你讲，我听。是去当初，咱伫个国外头一摆见面的时阵，就是像像伫这款的公园内面。伫我知影你死去的这几年，大概只要我有时间，我就去个公园。我就是希望会当再拄到你。其实我定来当来台湾，就是为着要听听你的消息。因为我真正无法度相信你会安尼就死去啊！后来过一阵啊，我真无简单在说服我自己，你已经死啊，我嘛应该向前走。那安尼，你就应该当作我真正死啊，把我放袂记。是安怎到今麦你还是唔肯死心？你莫甲我讲你啥物拢唔知影。你明明就知影我真爱你，我无一间无想。迄拢已经过去啊，算我拜托你，拜托你把我放袂记。我用的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你啊。我嘛知影你甲咱个查某囝生我到遮尼大汉，所以我哪有可能？真啊，我拜托你，搁转来我是国标，互咱两个，甲咱用两好我做伙。我已经无爱你啊。我嘛无可能为着囡仔勉强跟你做伙。你敢袂当跟我老实讲？你敢真正对我一点仔感情拢无啊？无，完全拢无啊！我拜托你赶紧死心，放过阮母仔囝。我不相信，我真正无法度相信。咱过去是爱靠王爷亲，甚至会当放弃一切。啊，怎么？结果嘞？你敢有放弃一切？你无啊！所以你今麦莫跟我讲这个，过去一切我早就已经放袂记啊。好，既然你实实故故讲放袂记，那咧我今麦就给你收起来。我是讲你认为还阁无够，阁要继续。无，你莫阁讲啊！安怎？敢讲这毋是你想要爱的？你明明就知影这毋是我想要爱的。青海，你现在会当对我这么无情？现在会当对我这么残忍？阁较深的爱，嘛会因为时间愈来愈久，就偷偷啊消失。你拄则毋是已经讲啊？前一阵仔你已经把我放下，就请你继续放下。无可能，那是我听说讲你已经死啊。但是我即摆搁拄着你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一直爱你，甚至比刚才搁较深。所以我绝对无法度放弃你个囡仔。啊，不过真可惜。我已经无爱你啊！请你把过去放下，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。